哪儿给你弄大肠？你吃螃蟹不？我先少拿点儿，他妈的吃不完一会儿。这是海蟹，应该是。先整盘海鲜，给你们看看这个这里的环境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拿过去。就是那个大连一方城堡里面的，我在吃自助餐，有皮皮虾，好开心。贼鸡巴抽象，这个酒店的大厅，知道吗？人家5:30开餐，我们他说9:00就收摊了，太抽象了，来的太晚了。那个云台我没拿出来，对，就在那个城堡。沙拉吗？吃你妈的蔬菜沙拉，来这儿不得吃点好的？对呀、啊，吃自助餐。好像没了，好像就这点东西就没了。我麻了，我看这边。这是麻辣烫吗？我感觉没东西吃了。我跟你说，胖妮，你们下午看到的那个不是我，那是胖妮的另外一个好朋友。他们说你曝光我，让我不曝光你们。我说，主播化妆了，化得很精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鸭子是吗？这是蟹皮肘子跟那个羊腿。这个没了，好像就这一圈就没了，抽象，这东西贼。没有啊。我先放上，我看一下，就没了，好小。前腿，前腿，你把云台给我，我去。哦，有，但是没了，好像就来太晚了，又盘。哎，来的太晚了，抽象。来家，给我整点那个章鱼。腿是吧？我还要这个，我还要这个。我加点这个。再来点三文鱼，好吧？来来整，我给你调个料。我的妈呀！你稳一点，我怕一会儿吃不完很尴尬。我不会，整点寿司。你喝啤酒不？你喝酒不？不喝。行吧。我再弄一下，我再起。来搭把手，算了，看我超厉害的，看到没？一只手就可以，这个芥末超呛的。等一下，我再挤芥末。少来点，我来。他这个前面好像可能换一个。好像塞住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哎呦，不要搞太多。差不多。这个行。没了，不要。
肥肠刺身，想看肥。就给我直接放这个上面。想帮我拿一下那个拿不动了。在哪？哦，想看肥肠刺身的，去关注那个谁，那个啥来着？那个。刚刚没拿别的。没有，那有烤鸭好像。你走这么快，如果不是我用盘子，你就出色。对，你就出色的。我在这拿点甜品，在等着。你把云台给我，把挂在这儿，让他们在这儿。直接支上，然后支开给。对，支在这儿不就行？给。等一下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下午你们在兔子直播间看到的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今天主播很精致，因为今天来城堡。去拿东西。好了，我要吃饭，拜拜。那你妈怎么能让你们看到这个吃的东西就抽象？你们看夜景吗？要不？不知道怎么能把它就是摆在这儿，等铁宝来让铁宝弄。是的呀，我还没拿东西喝，我不会摆，你给它摆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弄来给你。已经开了是吧？对，好，我跟他们，他们说我。不止 C 光，我去拿点饮料。我的小胖胳膊露出来了，太抽象了。镜子反光吗？照不了全身，怎么照全身？抽象。反光，反光了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呀？操！这他妈怎么搞的？不行。妈妈，
露鸡尾，看看。我亲手做的杨枝甘露，就这样吧，就只能这样。可以倒一杯柠檬水，为啥不能把它这样放？它过不来了，它不行。它过不来，那就过不来了。不可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动，我再开一次就行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不行。为啥呀？而且刚刚那个操纵杆坏了，就是我搬不动了，有的时候往右搬搬不了，往左搬能搬了，就这样吧，我告诉你。真的假的？它坏了。它真的坏了。应该设置问题。拿一下，把它重新关一下。而且它这个桌子反挂了。那就挂了吧，再见。刚刚一直在说。说什么？说反光了这个东西。那再见吧，反光就再见吧。高一头，他们说你比我高一头，哪反的光？抽开什么玩笑？我刚都没来。哎，快吃吧，那才九点关门了。吃吧吃吧，那我用手拿着吧。我确定。嗯。我能坐这边。没事，我不举起来。这有这个，你看。你坐下，我不举起来。刚刚的角度挺好。但是它横。